女人仔細細已經成為你 MV 嘅排舞師咯喎。其實我希望係做到一個喺佢心目中嘅模範爸爸。點講咧？以前未有家庭、未有小朋友嘅時候就淨係同排舞老師大家傾下點樣排舞啊，個動作點樣啊。咁但係而家我覺得有咗家庭之後，爸爸嘅身份就係要同女女互動噶啦。咁我女女自己本身好中意跳舞，咁好中意藝術方面。咁我覺得可能係有啲我嘅遺傳啦。咁我個互動係咩咧？平時就係我譬如有工作啊、跳舞嘅時候，我會喺佢面前，爸爸啱啱最近有一首新歌，咁啊入邊有啲動作，你覺得邊一個動作咧？咁跟住我做俾佢睇，我中意呢個，我中意呢個咁咯。咁跟住我覺得我會相信佢嘅眼光，咁所以我就將佢呢一種嘅眼光就擺咗去呢、這、一個今次呢一個廣告裏面。咁而家佢冇已經日日夜夜喺屋企係咁跳你呢一支歌嘅舞蹈咧？佢好忙啊！又畫畫，中意畫公仔。你知畫公仔嘅時間好長，咁啊同妹妹一齊跳舞咯。佢跳舞佢唔使我喺度噶啦，佢對住個電話就係咁跳一日噶啦，可以。係真係噶，唉。咁其實係噶，咪以前細啲嘅時候唔識噶，咁而家因為大少少嘅時候，佢哋自己都知道點樣放電咯。我覺得就會爸爸媽媽會輕鬆啲咯。調翻轉頭佢會洗翻你腦啊，即係跳嗰啲舞咧。我會教佢嘅，呢個動作唔係咁樣做嘅。但係有冇限制佢唔好對住個電話幾耐啊？即係唔好掛住個電話玩。我有㗎，我好嚴格㗎。我食飯嘅時候唔可以對住個電腦。即係你對住個電腦，你都唔食飯，你就對住個電腦，係嘛？唔得嘅。咁我覺得係娛樂時間要俾翻娛樂時間佢哋，但係唔可以太長啦。譬如可能你15至30分鐘最多頂籠就要休息，唔可以再睇啦。吃飯就不給他看了，現在好嚴謹的，不可以看很多家長都會限制小朋友不可以吃那麼多月餅的嘛，那你會不會呢？一年得一次算了。我自己剛才都在訪問的時候，我都說吃月餅，我是因為我說了我真的喜歡吃月餅，我喜歡吃雙黃白蓮，那變了我就不理會了，一走過見到又吃，然後轉頭做一下東西，回頭見到又吃，又設定幾塊咁咯，咁樣分開幾塊，咁啊唔覺，我諗一晚我會食到最少一個月餅，一定食咗，最少一個月餅，但唔緊要啦，我咁運動量咁多，我唔怕。但係女女會唔會揀曬啲？哇！我要食黃咁，然後你食蓮蓉。而家好多噶啦，尤其是美心月餅係好多唔同嘅一啲味道噶，係啦，咁佢哋。佢都中意食冰皮嘅喎，係啊，佢中意食冰皮嘅，同埋一個全蛋黃嘅魚餅，佢好中意食，我諗因為甜啦，小朋友中意食甜嘢，我又中意食甜嘢，我都係小朋友，我都係小朋友，係我都中意食。啱啱澳門演唱會啦，女女跳得好勁喎，係咪而家佢係你頭號鐵粉啊？其實今次演唱會我諗佢再嚟睇，尤其是大寶啊，因為佢今年已經6歲。他看我演唱會之前第一個在亦都是同一個場館，那時是第一個華人在這裡做演唱會，即是麥當娜之前 他做了即是來香港做過演唱會，跟著就我就做了華人 的演唱會，第一個演唱會在那裡開始，即是新豪影會的時候，當時女女是2歲，現在隔了4年之後是6歲，他再來看爸爸演唱會的時候已經不同了，即我希望就會睇到佢會睇到爸爸喺舞台上面嘅努力，爸爸嘅用心。咁我只係希望俾佢呈現一樣嘢，就係爸爸喺舞台上面要好賣力去演出。我係希望佢感受到，其實佢感受到。咁其實佢都我好欣慰嘅，係因為全晚嘅演唱會裏邊，佢係攞住螢光棒冇停過，最捧場。你試下搖兩個鐘，你試下自己喺屋企搖兩個鐘，你睇下攰唔攰？最令我感動嘅係咩咧？爸爸因為做完演唱會之後，跟然之後佢等我，其實佢好攰，因為朝頭早去咗樂園玩，佢哋係8點幾鐘起身之後，跟住就開始玩噶啦。玩完之後再睇個演唱會，仲要喺度係咁揈支螢光棒，佢已經係冇曬電，但係佢等我嚟。
等我嚟之後，跟住見到我同學黑啦，跟住即係同我即係攬啊、錫錫啊咁樣，跟住佢已經係好攰嘅。即係我覺得做爸爸，即係我覺得係另外一種滋味咯。即係你要知道為人父親嘅時候啊，你先會知道女女佢做嘅一切，你會感受到。咁所以美心月餅我一定買一打，唔係唔使買嘅喎，我一定攞定一打嚟送你。唔係，之前我唔係代言人啦，可能就準備個月餅可能一兩盒啦，即係好多朋友都會送月餅噶嘛，通常都係。咁但係今次做咗代言人，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咧，我諗住全部包起曬佢先。試埋。跟住然之後咧，就當話俾你聽，我今日有禮物啊，中秋節有禮物，咩禮物咧？你就自己估啦。跟住一打開，哇，唔同嘅味道，佢哋都有啦，佢一定會開心。咁啊，我希望今年其實我哋有個主題啦，大家知啦，重心重新快樂。其實希望一樣嘢就係話，真係過去嗰幾年大家都好唔，即係真係好唔開心。中秋節可能都未必有真正嗰個氣氛。咁而家真係大家過翻正常嘅生活嘅時候，我相信大家會去享受團圓。無論你未結婚冇小朋友都好，但係你都同家人都係團圓。我覺得呢樣嘅信念係好重要咯。咁我覺得真係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過一個好快樂嘅中秋，食住美心月餅就最正。中秋節快樂！啲網民啊讚啊，大佬好靚仔啊，雖然睇唔曬佢，但係讚好靚女，讚你嘅女好靚。唔似媽咪啊，唔似我。哇！真係有媽媽嘅遺傳啊，所以好靚女啊。女仔似翻女仔好啲嘅。全部關係就遺傳你。佢唔係淨單止依樣嘢嘅，我諗啊，當然遺傳係一定，我覺得係因為佢會知道爸爸嘅工作係做緊呢一樣嘢，咁佢亦都睇到爸爸屋企有畫畫，咁所以佢個心裏邊佢會覺得，即係起碼如果佢跟住我想做我做嘅嘢，所以我嘅興趣方面，佢能夠可以係培養到佢，佢又中意嘅話，我覺得係，咁我已經係 OK 噶啦。咁你變咗係喺佢心目中，我係一個模範爸爸啊嘛。咁佢先會去，佢先會學你噶嘛。佢喺學校見到你第一句 comment 爸爸好累啊！我好攰啊！喂，梗係攰啦，係咁搖，係咁搖。咁我係啦。所以月餅一定要俾佢食多幾兩三個。但係之後都會繼續會俾佢繼續嚟睇嘅，係嘛？佢哋話想睇多場。佢可能跟媽媽去上海先，媽媽有工作，咁佢哋會，因為女女都中意嘅，即係佢中意走嚟走去嘅，去邊度你帶住佢，佢不知幾開心。咁因為我冇辦法啦，我走唔到啦，因為我成個七月要喺，基本上我禮拜六、禮拜日每個禮拜六日都要做演唱會，咁所以佢揀咗今個，就阿嘉過去嗰兩個禮拜，即係過去嘅六日啦，啱啱嚟睇我演唱會啦，因為之後佢要同媽媽去上海啊。咁佢上海又好得意嘅，佢又中意上海一啲，有好多唔同嘅樂園啦。係，繼續去玩，繼續玩。最緊要放暑假係需要放年嘅。但會變相你又唔捨得咧，即係可能有幾個禮拜見唔到兩個女嘅咯。咁點算啊？唉，真係。而家唔緊要，時間而家好方便，係啊，視像好 OK 嘅 ，OK 嘅。係。咁係咪真係講翻你到時即係英國演唱會？係啊，因為9月24號喺英國做演唱會，咁我 plan 咗就係話因為兩個小朋友要翻學啦，咁佢就唔會同我去，咁可能媽媽會陪我過去啦。咁完咗之後，我哋會留低做咩呢？其實媽媽過去都唔係為咗自己，或者陪我，其實我哋兩個係知道媽媽會幫佢買好多衫，女仔係要扮靚，咁我知道佢好中意去到，譬如。英國你可以去揀一啲香港冇嘅一啲衫俾兩個女，咁變咗我哋會留兩日去幫佢 shopping 去買啲小朋友用嘅靚衫裙仔嘅嗰啲咁咯。使乜影俾佢睇俾佢揀啊？定係你幫佢買佢都中意？係俾個 surprise 嗰啲。係。咁所以我哋知道係做呢樣嘢係咁噶啦，唔係為自己嘅，係為小朋友嘅。咁變咗跟，但係我哋一定會講明。29號凌晨就要帶佢屋企咯，因為我哋講咗翻香港團圓，同啲小朋友團圓，唔係即係團圓啊！
即係中秋節嘅時候。今次都特別推出咗一首新歌，為咗呢個。係啊，因為我自己都有繼續做我自己的音樂嘅，即係因為未正式做曬出嚟嘅時候，我哋都冇同對外公布。咁其實我一直都有做緊我自己喜歡嘅音樂，唔同類型嘅音樂都做緊嘅。其實都有錄已經錄製咗嘅，甚至乎有啲已經係排咗舞，不過暫時大家未睇到點解。咁呢首歌亦都係為咗呢個嘅廣告特登去作啦。咁好配合到首歌，咁同埋我覺得最主要係令到小美肯填詞啊！你嗌佢填詞，你有首好歌咪填咯。咁呢首唔係咁咁啱，因為今次嘅廣告係我做代言啦，咁佢亦都好願意去填呢首歌。咁亦都係佢好了解個內容講緊啲乜嘢，咁變咗小美係最一個最適合嘅人啦。咁變咗佢去填之後，咁我大家又揾咗 Edward 咧，佢就 Edward 幫我去做呢、這、一個。監製啦，咁成件事好新鮮啦，咁對我嚟講，我亦都好中意呢首歌，咁希望亦都好上口，好易上口。女女都成日唱噶啦，我教佢唱噶。想見面遇見，哦啦啦啦啦啦，咁再跳埋係咪啊？有啲合作，可能出埋鏡啦，一齊唱下啦。佢又睇完你嘅書，佢冇話想上台表演，係啦，上你嘅舞台。我嗌佢要唔要上台表演啊？哦，OK。拒絕你，拒絕 Gary。想上與唔想之間啦，諗下。嗱，師弟看住。可能要嗲多幾次。唔知喎嚇。佢話要上，你會唔會俾佢上啊？上咯，唔好啦，算啦。我有時我都你見我都唔係好中意將佢即係。即係太過高調咁去，我唔係好中意咯。可能我咁多年我自己喺呢一個圈咁多年，我想小朋友有翻啲簡單啲嘅生活。Thank you。